清王朝第五代皇帝清高宗乾隆已经掌权60年了。这位实权老人志得意满，自以为比美汉唐盛世宋元文明。他自命风流，雅好收藏，当然也包括一些西洋工艺，但是他却没有兴趣去了解西方蛮夷。对8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些也只是桑榆晚景的点缀。太阳依然西下，只不过西方世界正在悄悄改变，而大清王朝也即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各位观众好，我是张亚中。时间过得很快，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百年来，整个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步入已开发国家。这百年来，我们有外在的骚扰，内在的迷失，我们没有逃离掉帝国主义的摧残，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渲染下摸索前进。我们内部或而携手合作共御外侮，或而纷争不断，骨肉相残。在辛亥百年的今日，我们希望透过醒思来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沧桑岁月，帮助我们迎向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富强的再一个百年。百年中国迷雾之间，将以两个主轴呈现我们对再造中华的关怀。第一个是探讨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寻求民族复兴道路上的迷与雾，希望未来的中国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迷惘，而悟到民族新生的道路。第二个是透过历史回顾，呈现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是命运共同体的事实。百年以来，我们彼此敌对的时间多，携手的时间少，迷的时间多，悟的时间少，这也注定了百年来在现代化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无法大步前进的命运。只有面对阳光，阴影才会在我们的后方。不了解过去，又岂会知道阳光在哪里？我们希望透过对历史的回顾，百年以来我们迷了什么，又悟了什么。因此我们为各位制作了6集系列纪录片《百年中国迷雾之间》。中国的历史浩浩汤汤，或兴或衰，遇到明智勤俭的领导人，国家就富庶升平，而遇到昏昧贪渎的皇帝，社会就贫困动荡。这个宿命的循环，大清帝国当然也逃不开。在当时的世界里，西洋人受了马可波罗影响，以为中国仍是强大的文明国度，而大清帝国也不明了世界，还陶醉在天朝的想象里。清朝统治中国约268年，在12任的皇帝中，有2/3都颇能干，因此曾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黄金年代。乾隆皇帝是第五任皇帝，在位60年，堪称太平盛世。所谓乾隆日月明，四海皆升平。但是清朝实际上已经隐伏着重大危机。清朝呢盛极而衰呢，这个是在乾隆在位的第40年啊。我们一般都说乾隆有点志得意满，他这个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呢，就是他重用了和珅啊。
和珅专政的25年之久呢，政风就败坏了啊，因为和珅非常的贪污啊，这个我们一般说是贪污大王啊，因为后来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呢，那个数字啊，贪污剧烈的财产呢，大概就是全国清朝10年的税收。那么中国自身人口开始增多，到鸦片战争前夕，当时清朝的人口差不多到4亿啊。因为你人口增加啊，你必须要养育啊，那粮食要配合的，这些现象呢，都可以说是带来啊清朝这个由盛而衰的啊一些基本的因素。台湾是孤悬大陆边陲的一个海岛，从三国便已有了和大陆往来的记载。西晋临海水土志、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记载了台澎地理和风土人情。元朝更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16世纪明朝中期，台湾开始添加了世界的色彩。葡萄牙看到这个美丽之岛，于是台湾有了福尔摩沙之名。1624年，台湾成了荷兰短暂的殖民地。荷兰在南台湾建造了热兰遮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1647年，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在厦门鼓浪屿起兵抗清。但在1659年反攻南京失败之后，转进至台湾，驱逐荷兰人，台湾正式重归中国版图。郑成功在攻占台湾后第二年即去世，留下后代，反攻不成，偏安也难。22年后，1683年，施琅攻台，正式王朝覆灭。从此，台湾与清朝成为了生命共同体。1683年，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得知郑氏王朝正式结束的讯息。当时的施琅上书康熙皇帝《台湾气流书》，力主台湾的重要地位，清廷来正式决定将台湾纳入版图。当时的大清帝国安于现状，天下之大，唯我独尊，对外界事物缺乏认识。他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欧洲即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约在康熙到乾隆年间，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改变了手工业形态，机器取代了手工，蒸汽机出现，加速了工业革命。火车、轮船、冶金、采矿猛进开发，欧洲工业产品生产量大增，器丝出口，尤其是英国。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派了特使马嘎尔尼来到中国觐见乾隆，企图解决中英贸易的问题。天朝向来是朝贡体系，皇帝高高在上，从来没有特使要求平等觐见的先例。在天朝看来，纳贡使者必须像臣子般的对皇帝行叩拜大礼。英国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国势正强，再加上主权平等的观念，马嘎尔尼这位特使坚持不肯双膝下跪，而仅答应像觐见英皇般的那样单膝下跪。这点贞洁，再加上乾隆认为贡品没有什么特殊的新奇，因此不快，完全拒绝了马嘎尔尼各种改善贸易通商的要求。马特使无功而返，归途中他细细观察中国，深觉这是一个发展落后却又自我封闭、对世界完全无知的庞大国度。他决定向英皇建议，这样的弱肉不去吞食，真是辜负了上帝的美意。
马特使回国后，往后40多年，欧洲却陷入了霸权的争夺，无暇东顾。这时的清朝如有警觉，力图改革，仍有机会避免厄运。但一如以往，他还是固步自封，守旧如昔。历史终于不再给清廷机会。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讽刺的是，英国的理由居然是为了卖鸦片。这是一间过去的鸦片馆，原本是骄傲的大清帝国子民，为什么到后来被称之为东亚病夫呢？就是这个玩意儿害了中国人。英国人大量的把鸦片输入到了中国，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种用鸦片换白银的贸易方式，使得这个中国以往的白银帝国国库日渐空虚。嘉庆、道光年间对于鸦片贸易时松时紧，举棋不定，官员、外商、买办等沆瀣一气，重创了中国。终于在1840年，道光皇帝决定派遣林则徐到广州，执行他的禁烟政策。这一次林则徐是非常严厉的，没收了，英商、美商以及其他商人的鸦片，而且那个时候，每年流失的银两，大概都在1000万两银两以上，所以严厉地来处置鸦片问题，处置鸦片商，以及焚毁没收的、超没的这些鸦片，这应该说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心。然而，道德心毕竟很难撼动国际政治。禁烟风波震撼了英国朝野。最后，在鸦片烟商重金游说下，主战派胜利，一场肮脏的战争于是爆发了。鸦片的问题啊，中英的纠纷啊，是在广东地区发生的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在广东地区的双方的交战，而这个整体的国防观念是他们是没有的啊，所以可以说是长江啊、江苏啊，甚至于北方直隶根本都没有什么啊国防的准备，所以就很容易的啊，英国就进入了啊长江，拿下了镇江。好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咽喉的地方呢，如今就被英国整个就掐住了啊！而且他们还带机呢，准备进攻南京，啊！所以清朝看整个大势已去了，就只好求和。整个鸦片战争中，中国也并非没有打过胜仗，在这场战役中，唯独台湾是露脸的。那位打胜仗的将军是清廷派驻在台湾的兵备道姚莹。英国人在台湾、在基隆、在淡水这一带，就受到了姚莹兵备道的强烈的抵抗，杀掉了一些英国军人，也俘虏了一些英国军人。这个俘虏英国军人，在整个鸦片战期间都是很少见的了，所以我觉得。台湾从鸦片战争开始，和中国大陆完全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共命运的了。台湾人民在鸦片战争期间反抗英国的侵略，应该是做得很不错的，做得很好的。台湾在这场战争中是坚强的捍卫者，但主其事者同样也受到了清廷的惩罚。这里是基隆的海门天险炮台，是鸦片战争时间担任台湾道的姚莹所建造。在1840到1842年之间，他五战五胜，成功的击退英军。他上书反对南京条约，事后却被英国诬控，以至于贬官到了川藏的边界。
台湾的胜仗毕竟还是无济于事。鸦片战争，英军兵临城下，清廷只得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那是中国第一个屈辱丧权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条约内容和当年马特使所提要求相差不远，只是多了赔款和惩罚。在这条约中，英国终于要到了平等通商的权利，也拿到香港这个前进中国的跳板。变局已然到来，中国往日荣光一去不返了。而它最重要的影响，则是把中国逼进了世界体系之中。鸦片战争呢，使得中国开始进入到这个世界啊，进入到国际社会。不只是英国的商人到中国了，美国的商人、法国的商人都到中国了。那再加上有五个通商口岸，这个对中国呢就产生了一些呢实质上的一个变化。而这样子一个变化呢，对于当时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中国啊，那么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鸦片战争的刺激原本是个机会。但随后清朝的民变越来越猖獗，其中以1850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弘扬之乱为最，骚动十余年，烽火蔓延大半个中国。幸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将领奋战，才得以平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实际上让西方文明逐步浸渗到传统中国社会，也给中国带来了千年巨变的伏笔。就在弘扬之乱弥平之时，另一次西方侵略又来了。在1856年的时候，英国借口了一个所谓有一艘走私船被中国扣押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谓叫亚罗号事件，就挑起了一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也把它叫做英法联军战争。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后的两年，英法食髓之味，又为了系故再度挥军北上。这回的祸可闯大了，北京失陷，咸丰避祸到热河行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泄愤，并且大肆掠夺文物珍宝，清政府只得议和，再度签下北京条约。而一个乾隆为了夸耀中国国力的名媛，就在法国大文豪雨果笔下，英法这两个土匪强盗，他们嫉妒中国传统文明的微妙心理中化为灰烬。于是中国人终于知道，没有现代化，他将再也保护不了自己的文明。当时清朝真是祸不单行，清廷只注意海上来的外敌时，满洲人的后院也失火了。所谓长白山的东陵有猛虎，长白山的北边有饿狼，影射的就是俄国和日本。当时的俄国也是趁火打劫，他趁着英法联军给这个清政府沉重打击的时候啊，他也趁火打击，向清政府提出了很多要求啊，而得到好处最多的就是沙皇俄国，他从这个东北割去了差不多有100万平方公里，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接着他又从西北一步一步的又割去中国40多万平方公里。除了北边饿狼，还有东边的猛虎日本，日本从明朝就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名为倭寇。但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
他却脱胎换骨。日本人非常的害怕那个1840的鸦片战争，那么看到英国往东来，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中国下来可能就是日本，所以他们就马上要移防，不能变成第二中国，因此呢就开始啊做这种现代化的一个准备，同时呢也要来引进这种科技，军事方面呢恐怕还要加强，这个是明治维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明治维新是个成功的变法运动，在大政奉还的口号下，日本逐渐蜕变为一个中央集权、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香吗？香味浓郁，而且非常醇厚。这么好的茶叶，产地是哪里？台湾茶。这才是日本要面对的，要开创的新历史。如果失去了目前的机会，两三年之后，台湾必定。日本不只是在知识技术上学西方，还把帝国主义侵略的那套东西给学了过来。于是，台湾和朝鲜便开始了一场噩梦。1871年11月，琉球的渔民遇到台风，漂流到南台湾，误入牡丹社，不幸发生冲突，为当地的原住民所杀害，日本政府要求清廷负责。当时的日本一方面揽取琉球，一方面计划西侵朝鲜，大臣中的缓进派认为朝鲜的情形过于复杂，主张慎重，激进派的西乡隆盛愤而辞官。为了安抚内部，日本决定以琉球渔民被杀事件为由进兵台湾。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壮烈的牡丹社战役，弓箭不敌枪炮，牡丹社的头目以及族人在此壮烈的成人。牡丹社事件之后，李鸿章意识到了中日终须一战，于是命钦差沈葆桢来台部署防务，并积极建设，如造炮台、开山抚樊、改善两岸海运等。十年后中法战争之际，清廷又派刘铭传协防台湾，成功击败法军。清廷当时极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于是筹设建省。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他大力建设台湾，重要的成就包括建造铁路，这里是基隆的狮球岭铁路隧道，也称之为刘铭传隧道，是清代从基隆到新竹铁路仅存的一条隧道。有人说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建设是日据50年所打下的基础，那么历史也告诉我们，日本经营台湾也有着刘铭传现代化的基石。刘铭传将台湾建设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模范省，他重定地籍，开采煤矿，提倡经济，台湾从此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橱窗。但相对的，李鸿章在中国推行的洋务运动却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1860年，当时的总理各国衙门大臣奕欣就向皇帝提出了报告，他认为外国的侵略不过是昼夜之患，农民造反、农民起义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提出来要引进外国的洋枪洋炮、反舰炮的，来使国家、使政府强大起来，所以当时叫做自强。清政府其实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昏庸。自强运动开始于1861年，它比明治维新还要早7年。其实在此之前，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比如龚自珍、魏源等人，就开始鼓吹学习西方科技，播撒现代化的种子，因为他们已经觉悟到不如此，
中国将无以存活于世界。到了北京陷落，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地方大员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科技，开采煤矿、铁矿，修建铁路，发展轻工业，送学生留洋。中央如慈禧等人也全力配合。整个同治年间，清政府的确做了不少事，所以史家常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是颐和园，整建的费用大多是从北洋舰队的经费挪用而来。为了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建立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北洋舰队。但是就在大清朝对于自己的军事实力信心满满时，李鸿章却是暗自忧心日本对于中国的虎视眈眈。李鸿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慈禧的见识毕竟太浅，在自强运动初见成果后就开始志得意满，夜郎自大起来，导致自强运动的核心人物奕欣的下台。而李鸿章担心世局变化，他知道日本早已图谋不轨。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噩梦终于成真。这场真正令所有中国人心碎的战争是从朝鲜开始，而以台湾的割让为终点。1890就是当时的日本的首相山县有朋，他呢就强调朝鲜呢是中国的还属，他的属国，那日本呢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切开，把它切断跟中国的关系，要把它独占，变成说能够主控朝鲜的一切，这样能够保全了日本的一个国家的安全。朝鲜东学党乱起，中日两国同时派兵平乱，在丰岛爆发海战，清军伤亡惨重，双方正式宣战，朝鲜被日军占领。关键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因为速度灵活度不如日本向英国购买的巡洋舰吉野号与浪速号，又缺乏炮弹的状况下，五艘主力战舰遭击沉而惨败。讽刺的是，这两艘军舰本来是要卖给北洋舰队的，但是购舰的款项却被慈禧移去盖颐和园了。日军随后攻入旅顺屠城，而北洋舰队的残余舰只完全被包围。舰队司令丁汝昌等自尽殉国，北洋舰队投降，全军覆没。清军在半年内海陆两线全面溃败，清廷被迫签订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竞赛的结果啊。那么，过去中国是都败给了那些西方的列强啊，所以皇帝和大臣们好像觉得这是西方的这种蛮夷啊，这个不了解。那这次是过去认为是一个比较我们的近邻啊，而且是一个比较小的日本，这次把中国也打败了，所以这个对中国人的这个震动啊，对这个朝廷也好，对这个民众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这个震动非常大啊。梁启超就说过，中国人做了4000年的梦啊，是到甲午战争才被惊醒的。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主要就是军事上的南京的基地的这个取得，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樟脑，尤其是茶叶，对于日本在纽约的市场有它很大的帮助，因此日本呢就借这两个理由要割让台湾，要求割让台湾。
李登辉讲过，李登辉讲说李鸿章不要台湾，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马关谈判的时候啊，当时李鸿章就说，说台湾已经成了你们口中之物了，你们还召集什么？伊藤博文怎么回答？他说我还饿得慌，还没吃下去呢，这台湾还没吃下去，我还饿着呢。所以当时日本表现得非常这个凶恶。那么这个消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国内和传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引起了全国人民，当然更重要是台湾人民的愤怒啊，反对。台湾人喊出的口号就是：宁可人人战死而事台，不可拱手而让台。这个话呢，当时在大陆啊，同样也是民间也好，还有这些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好，对这个割台也是痛心接受。所有这些悲愤当然都无济于事，接着就是以为的歌台与台民的抗日，一场攸关民族气节的悲壮史诗就在台湾展开。1895年5月6日的下午，日军就是从这里沿辽海岸登陆上岸，然后从这里直接攻入台北。以卫战争从北到南持续了一年，后来零星又有3年之久，其中包括北部的简大师、中部的柯铁虎以及南部的林少猫，号称为抗日三杰师虎猫，都壮烈牺牲了。日军死伤超过了在甲午战争中的人数，日本因此对台湾的民众十分愤恨而展开报复，开始了50年严密的殖民统治。台湾就像覆巢失户的雏鸟，失去了母亲的保护，只能在日本猎鹰利爪的威胁下啾啾悲鸣。中国因此失去了第二个图强契机，也失去了台湾。割让台湾，光绪皇帝是十分痛心的。他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着：已为3月29日论及台民死守，上曰：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正何以为天下主？4月初4，上以合约事徘徊不能决，天言憔悴。4月初8，书斋入室，君臣相顾挥涕，此何景象也？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台民激愤，骂李鸿章为卖国贼。秋逢甲即有诗云：“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在中国大陆京城，那一年刚好是乙未科的进士放榜，马关条约签署令数千名举人感到愤慨，包括台湾的五名举人，他们共同推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撰写万言书，透过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上书给光绪皇帝，史称公车上书，也就是举人上书。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潮，也开启了庶民问政的风气。戊戌变法呢，就是在甲午战争引起了这个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些人啊，康有为就说：“现在40000000人呢，不分你是贵的贱的啊，现在都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啊，夫物之下，就是这个房子要塌了啊。”这个漏舟之中，就这个船要漏了啊，还有星火之上，就像火上烤，就是人人都感觉到这种亡国灭啊，这种灭亡的危机啊，所以他们就提出来啊，要变法，要维新。
就在这种即将亡国灭种的急切气氛中，一道道剧烈变革的命令从皇宫发向了全国，企图以君主立宪取代垂帘听政。比如说，成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又改革了行政军事，以至于考试制度。但康梁等人对西方浅薄的认识，过度剧烈地动摇了清政府，也就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这场变法真是可惜之至，从光绪开始，都觉悟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结果就在救亡的急切感中葬送了变法成功的契机。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常在反复着这个迷惘的循环吗？这场悲壮的变法终于在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而结束。谭嗣同临行前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其实也说出了清廷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命运。戊戌变法是历史给清王朝再一次革新图强的契机，也在北京市的菜市口结束了。假如变法能够持续下去，还会有以后的革命吗？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无论是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还是试图做制度变革的维新变法，都是为了快速的走向现代化以及救亡图存。戊戌变法失败，清朝失去了最后一次可以变法图强的机会。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不但失去了很多利权，地方上也发生许多老百姓和西洋传教士的冲突。各地民众于是开始反洋教，最后演变成所谓的义和拳。义和拳发源于山东，属于白莲教的一支小脉。袁世凯把他们赶出山东，于是全民到处流窜，后来被山西巡抚玉贤利用，向慈禧推荐入京。1899年，光绪25年，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开始烧教堂、杀洋人，并向11个领事馆进攻。他们不分这个洋人是好人坏人啊，都反对啊，对这个洋人来搞的什么铁路啊、电线啊这些也反对啊，要扒铁路，要砍电杆，要烧教堂。这个义和团的矛头呢，主要是指向的外国的列强啊，外国的侵略者啊，但同时我们也指出，这个义和团运动呢，它也带有一种这个盲目排外这样的性质。就在这样的名气支持下，慈禧居然向西方列强宣战，于是一场国际闹剧便风风火火地展开。接着八国联军再度开入北京城，而光绪皇帝和慈禧只能仓皇出走。这个庞大而腐朽的中国该如何找到新生命呢？特别是在辛丑条约，中国赔款白银4亿5000万两，这种民穷财尽、罗绝巨穷的状况下，中国的生机何在？1900年，光绪26年，八国联军庚子之乱之后，中国就已经陷入了慌乱的岁月。于是激进派被迫走向更激进，由维新变法走向了彻底的革命，以及从根本上推翻帝制，
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66年，孙文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那是一个因为地理之便容易接触现代化洗礼的地方。孙文早年受基督教会教育，即掌习医及行医，见大清之腐败及生灵涂炭而立志改革，曾上书李鸿章但未果。孙文因此觉悟，行医救人不如革命救国，于是以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一生之志。1895年，甲午战败后，孙文在檀香山组兴中会，逐渐结合同志在世界各地演说，以为国际舆论之源。孙中山为什么要革命？具体来说，他想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独立。第二个问题是人民民主。第三个问题是民生幸福，用三民主义来概括他奋斗的目标。那么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大的障碍。那么孙中山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这个我想是孙中山他要进行革命的原因。这革命呢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叫做阻挡，第二宣传，第三个是起义，这三件事情呢是相辅相成的。到了1911年，就发生了黄花岗之役，那么这一次起义行动呢，他参与的这个成员呢，里面非常特殊，包括很多的留学生。我们所熟知的，像林觉民、方生栋、余培伦，学习法政的、学习医学的，那么这些在当时社会上来讲是属于精英分子。所以这次的行动呢，它所对整个的社会上面所产生影响呢，相当的冲击相当的大，就整个的气氛不一样了啊。因为大家会思考说，为什么这些那么有前途的人为什么要去搞革命？意印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尽书而与歌笔。吾之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吾勇于救死也。这是黄花岗72烈士当中林觉民写给他妻子的《与妻诀别书》，体现了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为了革命救国，在挣扎痛苦中勇于牺牲家庭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才成就黄花岗起义的浩大悲壮，也为日后的武昌起义累积了毕其功于其义的能量以及成果。就这样，革命成为了风起云涌的趋势，而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也就因此成为中国历史的新核心。他的革命理念呢，就是要救中国，要建造一个民族这个统一富强的一个新中国嘛，那也这个新中国它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共和嘛，当然就迎合了我讲的一个时代潮流，加上一种民心呐，所以民心呐，这项背也是武昌起义能够获得15个省区响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武昌起义几乎是在忽然之间发生成功的。这现象其实正说明了当时中国人心理上的急切，但现代化真的可以速食而不必做些扎根的工作吗？于今看来，也许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最后的一位状元张謇辞官回乡去创办实业，
还有上海的报业家等等，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实在。可是，人们毕竟选择了更急切的革命。当然，急切是要付出代价的。武昌起义成功时，孙中山先生尚在美国，立刻从美国到英国，以阻止英国政府援助清廷，在访问法国与寻求外交上的支持。此时革命已扩及十五省，大家预期他尽速回到国内主持大局。孙中山于是在1911年12月25日返抵上海，12月29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孙文所揭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三项在武昌起义一举完成，新成立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中国一词出于周朝尚书子才篇，这个国名是属于每个中华儿女的。中华民族祖先轩辕氏皇帝孙文，在民国元年三月即派了盛大的代表团赴皇帝陵祭祀，并亲撰了《皇帝赞》，其中最后两句是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孙文当时的心情是充满希望和忧心的，希望的是帝制已灭，忧心的是共和难料。一般庶民根本不懂得革命，以为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大家更不了解共和，以为共和就是各据一方一团和气。于是民国成立后，不但没有太平幸福，相反的却是更混乱，更缺乏领导中心。这样的共和将何以为继？经历了外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的国体也发生了千年巨变，从帝制走向了共和，这是满清自身的朽腐，也是西方文明的刺激。它既是大势所逼，也是国人的觉醒。但是巨变摧毁的是帝王一家，觉醒的是少数精英。对于受过千年家天下教育的老百姓而言，他们并不能够分辨皇帝与总统、君主专政与立宪共和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这也注定了千年巨变后的中国必须继续在苦难中淬炼。找到